兄弟们，今天来太原街这边吃个炸串吧。哇，这么多，挺壮观呢。给我拿个牌呗。我选一下。这鸡屁股逮到，必须来一个。这还有鸡心、骨肉相连，来一个吧。鸡皮，实蛋呢？实蛋，我来个黄的吧。这有牛鸡、猪排啊，这是。这几个哪个是牛排呀？里边那个大桌那个。这个哈。来一个牛排吧。这还有面包。这鸡柳是个单独的一个。菜卷来一个吧。这个底下有点黄，来个这个。收钱包到站三。这个炸蔬菜，这个是茄子，绿茄子，来这个吧，这个看起来比较得劲儿。这来点啥呢？这还有肠啊，尝来个玉米粒的吧，这里面带玉米粒。这些你再给我拿个辣椒呗。还有鸡柳、鸡叉、臭豆腐。还有炸鲜蘑，我这多少钱呢？27。嗯，拿，我其实我也拿了挺多啊。今天我吃饭了，就少吃点吧。生意挺好的。还没到我呢。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对，等一会儿的。刷一下酱。鸡丁怎么的？咋干呢？不想整就不整，他那个炉子大不行，来火。你买的太早了，下次过来是让库哥我买个罩。买啥也没有用，咱那家不刮风，刮风大风口。完事儿了，啊快！一天没了是不？对。谢谢。
谢谢啊。好嘞。兄弟们，你看，就这些玩意儿，27，你们赶紧吃不吃？赶紧吃的会不会快啊？这个看小年啊，兄弟们，他家料给的是真多。我第一次呢，整那么多料的炸串啊，兄弟们，尝这个啊。他家串都很大一个，发现没，兄弟们？这个鸡皮特别有弹性啊，兄弟们。特别嚼劲，而且他这个炸串啊，整特别甜啊，甜辣口的啊。鸡屁股啊，兄弟们，我每次看到有这玩意儿，我必须来一个。鸡屁股表面还挺焦啊，兄弟们啊，嚼开点儿。哇，全是油啊，兄弟们，鸡屁股油脂最多，比鸡皮都多。看大屁股没，兄弟们，太爽了，实弹啊，兄弟们，这个是真黏，兄弟们，这个料，实弹炸的挺好的。属于是外焦里嫩啊，表面一层都是脆皮儿。玉米肠啊，兄弟们看，已经从白色炸成黑色了，里面玉米壳多了，甜汁儿。本来酱都甜，而且肠也甜，更甜了。这个菜卷里面是绝香菜的，还有卷金针菇的，都更爱吃香菜一点。